Hello，今天我在试乘 GoGoRo 3最新出来的哦，这个颜色是焦糖摩卡。我自己原本就是 GoGoRo 2 Plus 的车主啦，所以骑3的话感觉很蛮特别的。然后感觉车头的部分有变比较轻一点，因为它本身就有做一些轻量化的设计了。只是它这个萤幕的部分啊，好像有做了一点就是 cost down 的，因为它这个做的是 L， 就是一般那种好像 LED 的而已，它不是那种就是彩色的啦。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习惯就好了。然后我现在慢慢移动哦，这个车子居然还会叫哎，之前没有这个设计哦，有听到吗？哦，所以它好像起步就有这个声音吧。那我现在要骑看看它的性能怎么样。Go。好，这个性能上啊，其实我觉得就一般骑起来的话跟 GoGoRo 2没有什么差别，它性能它可能是最高速有差，但是你一般人不太可能骑到90以上，那 GoGoRo 2到92，那这台规格上到86啦，然后也没有方格骑的加速模式，所以但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上班族或说一般通勤用的话很少，不太可能会用到方格骑一直去竞速。那所以我觉得 GoGoRo 3这台真的是一个蛮适合入门的，就是 GoGoRo 系列的车，所以有考虑的人真的可以考虑买这一台。而且现在搭优惠搭那个政府的那个补助的话，其实车子都变得很便宜了。然后听说 GoGoRo 3它这个、就是立柱的部分有做省力设计，我们都知道 GoGoRo2的它那个立柱其实是蛮重的啦，那 GoGoRo 3我来试一下哦，它这轻轻的哦，我觉得真的省力很多，这样轻轻的随便的就踩起来了哎。我之前我觉得 GoGoRo 重到我可能要整个人身体上去，但是3这个的话，我其实我轻轻的只是让它固定着，我轻轻一拉龙头它就立起来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。再一次哦，其实可能我龙头不用，我只要人这样踩一下，我的车就立起来了。这个我觉得对女性啊，或者对比较就是可能力气不是那么大的人的话，是一个蛮好的设计。我现在车子行进中，然后我觉得它避震做得蛮好的。比之前有感觉吧，它是现在避震的话比较更平稳了，就算我人这样动一下，其实车身都算很平稳的移动哦，我觉得真的蛮好的。GoGoRo 人啊，可以来那个门市体验啊，然后只要带驾照，他就可以帮你办一个简单的那个试乘。那来骑骑看，你就能完全感受 GoGoRo 3到底适不适合你。我觉得切入电动车的话 ，GoGoRo 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品牌啦。那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，就赶快去预约试乘喽。那我们的GoGoRo 开那个试乘就到这边喽。拜拜。